是第一次坐公共交通上班，还是骑电动车方便，骑电动车要快多了。今天早上起了个大早，6点就起床了，起来洗衣服，衣服洗好就出门了，早餐也没来得及吃，带了面包。昨天水都淹到人行道上了，今天早上水已经退了，这人行道都是湿的，好长一节昨天都淹了，这地上都还是淤泥，人行道上都是淤泥。带了个小面包，昨天晚上特意出去买的。我箱子里还有点吃的。你昨天咋回家呢？我晚上来接的。啊，那你今天怎么来的呢？坐地铁来的。你今天给老公送的？嗯。站那个风口这里太热了。豆沙馅，比较喜欢吃豆沙馅的东西。昨天接的同事的伞。那汤圆放进去冷冻，刚刚我又去买菜的，买了点汤圆，还有那个包子，就炒一个娃娃菜嘛。这娃娃菜炒了，刚刚买的时候没注意看。都不大好了这边，嗯，然后烧家里还有个番茄，烧个蛋，烧个番茄蛋汤，我买了点蔬菜，香吧？你不是说压那个叫什么压缩骨好吃吗？我这次买的全是压缩骨，还有一根鸭脖，它是一长根切成几节的呀？嗯，好吃。我那个充电器好像坏了，我刚刚投了币，它怎么那个不充电呀？应该是充电器坏了吧，我看他那个时间也是在倒退呀，我也提示说投币成功开始充电，但是我那个你说那接头换了一个探头，然后再试一下，然后我就看
味道还可以吧？嗯。上次买过他家的，感觉还可以。感觉到处都是这个店，好多地方都有这个店。可以，吹的。可以啊，没买。嗯，麻花菜没买。你看，不是这个季节吃的，所以没买的。我叫的中辣的，中辣是不是太辣了呀？还行。正好。上次因为买的是中辣的，可怕微辣的，万一不好吃。上次因为味道感觉挺好的。上次买的鸭脖、鸭子骨，他说鸭子骨比鸭脖好吃，所以这次我买的都是鸭子骨，就一根鸭脖。是不是趁我不注意把饭又塞给我了呀？他怎么一大碗饭？对，想不放。那饭怎么这么多啊？自己装的。你的饭为什么这么少？你肯定塞给我了。没有，你问他。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刚刚我拿这个接骨头的盒子去，你塞给我了？我动都没动。这么一大碗饭呐、啊，你肯定塞给我啦！我刚刚我拿错了。你弄点去，我吃不完那么多。我感觉我饭这么多呢，你是不是把我那也给完？那有可能，摆在我面前我就吃了。啊。嗯